左前指抓到了，哇，那真的是一场一次哎，真的要确定他要是往国内。这个抓到是他本季第八个了，我们才上的这个字卡，真的平均一场一个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哦，这个球，哇，是直接被拦住了，哇，杨敬豪的一个美技啊，哇，这也是在中线呢，他还是来得及啊，用空中抓飞鸟的方式啊。一坏球之后，这个内角球在三垒的界外区，林子豪追过去，结果是完成了接杀。八局下半的第三个出局数，最后是落进了林子豪的手套，这也让龙队在这个半局是留下了二三垒的残垒，没有能够得分。这一球中路，哇哟！不过这个站位，而且曾传生比速度的方式来自裁垒包，传得比较冒险嘛。但其实这个球廖建波打得很好了哈，那就跑了，打出去，哇，这个弹跳吧，踩不到雷了，但是只能抓一个。如果没有杨建豪这个先启动，二游可能守备位置不会那么接近这个二垒垒包哦。有跑他也可以哦，直接接住，哇，这个站位漂亮，但是曾传生其实打得强哎，嗯，但因为没有落地啊，是平飞球直接被杨敬豪给接住，哇，就是被击的，哦哟，哇，结果直接被蒙威尔的美技给接住，哇，这个是神反应哎，因为这并不是打不好的 comeback， 是打很强的。推球看到的是二垒手，捡起来再传一个半斗，还是进手套，哇，好短，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手背啦，虽然第一时间没有接近手套里面，但还是来得及处理。出棒哦，结果这个内野要传本垒啊，哎呦，被抓到了，蓝衣人还是太拼，可是这个球只是一个内野的反弹球。就这一棒很深哦，但因为他的跑速的关系还是来得及，哇，这其他的选手的话是一定上垒啊，哇，所以这让曾传生是还是有时间去处理这颗球，其实这也是一个美技接到啊，嗯，球曾经逮到，打在左半边，结果往前扑，林孝成完成了接杀。哇，苏志杰必须要回到一垒，这是一次精彩的守备判断。最后往前扑的时机有拿捏到，嗯，要不然这应该也是蛮大的机会会形成安打的球。面对再一个直球，这一棒打在了右半边，滑接的方式，李安可说这个球。就靠我了，完成了出局数，李安可在右外野上演了滑接的 nice play。有各一，这个球出手打到了右半边，来看一下飞行的距离够不够远。右外野手往旁边追，结果这个球是进手套。高孝盈再一次的秀出了自己的拼劲，哇，最后是整个趴在地上，但是把这个飞球给接杀。这球稍微有点挤压到，来看落点在左半边，最后真的 nice catch， 林哲轩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美技接杀，再来看一下太关键太重要的一个出局数了，哇，一个 diving catch， 再来一个懒驴打阿国人，这球接到连他自己都一个振臂高呼啊，这个时候积极出发。一个飞扑的美技，你可以看到画面，林黛安的一个起身的动作相当快，而且马上能够清楚知道球那个落点的位置啊。战术的一个使用要特别注意。哦，结果打第一个球就蛮远的，还在飞啊，看着球啊，到
拳打枪前被接住了，哇，被林安可给接杀，但其实这一颗林立已经打得非常的好了。那这是林安可的一个精彩的接球啊，追到极限了嘛。迪哥球，刘继宏就决定出棒了，把这一记140公里的直球扫到了中左半边，来看一下距离够不够远呢？跳起来接 ，nice catch， 陈杰宪完整的接杀。陈杰宪最后是算准时机，奋力一跳，很快的来到警戒区之后，抓到了这个五局下半的第二个出局数。六号的事情，中间方向来看，中间拦截闯二垒，再往一垒送 double play， 五安打，真的是五安打，四位的投手联手投出了五安打，是联盟